大耳挑无，达工报新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一个大耳听有无？露营和爬山是这几年真侪人介意的活动啦、啊，亲近山、亲近海、接近大自然，啊，调自家己个体力，啊，實在代真未歹。讲到露营，要准备真多物件，啊，即个物件大耳要安怎讲 今仔日嘞，待遇听舞，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坐回来探讨。那讲露营和带在山顶、溪边、海边的女上上大一同，讲，是大的所在、就是、和吃的东西。咯。露大的所在是用篷布建起来，花语叫做帐篷的所在。帐篷的带字叫做 t e n 伊是对英语 t 的日本式发音来的。某人佮叫做布棚。 总是呾安尼嘞，就还特别解释讲啊，迄毋是迄请人客搭平啊，迄种布棚啦，是咧大个布棚。啊，若天道个同事华语讲是搭搭帐篷啦。啊，若台语有个人是用经，有个人是用搭经，甲搭拢会使。总是意思啊，无啥相像哦。台语个经是甲布对内面经互开，啊，若“搭就是单纯嘞，甲起起来的意思啦。 讲到天道啊，风水真重要。若是土骹有水淡淡，澹澹；，也是也不会全干，湿湿。人倒伫顶面啊，就会感冒，会破病哦。所以咱伫天道内面的土卡、啊，筑一块风水嘅地布，安尼倒起来就较舒适咯。含地布相对嘅是天布，啊，就是盖伫顶面要炸好啦，盖住头一部，有人家叫做天无啦。 只要简单，把天棚固定起来，人就会当在里面摆桌啊摆椅啊啦，在里面活动啊，未曝到日头，也未压到雨，风啊也较细，真舒适哦。另外，有人搭天道的时候，会平担甲固定起来，这时啊，那雄雄翻风，风较透咧，天道有可能贵州就去给吹甲变过去哦。所以啊，那的超薄搭天道，等下个。 长长诶，路营顶，用四十五度诶角度甲顶入去土壤，佮用绳仔甲天道固定伫路营顶啊顶面啊。啊，若天道是搭伫草做诶毡房诶顶面啊，像有寡路营区会专门贴一块一块诶毡房啊，通互路营诶人伫顶面搭天道。这啊较悬啊，较毋惊沉，嘛较会通风。 即时要固定听到，就要用鱼骨钉啊，啊是有弹性会当春秋的单裂胶啊。若是去外面露营，啊，通常是白食餐厅诶，香肉较侪啦。啊，那香肉爱燃火，传统诶方式是先放一粒火种伫中，边啊贴一支一支诶火炭，最后用蜡打啊是划那火啊，就是华语讲诶打火机、火柴，甲火甲点火到。 用火种的火去烧火炭，学火炭烧起来以后，通来烘肉啦、烘菜色啦。即种起火的方法需要技术。定看到有人伫遐，会、欸、几包啦、几包火种用了了，火啊，还、啊、是倒袂起来啦。啊，那这卖技师就无讲咯，拢用火机，啊，就是瓦斯喷枪落去点火，设计的压缩罐啊，装起嚟。 气内火一直喷出来，免一达久啊，血就多啊，免啥技术，大人囡仔拢会晓。路也真好耍，总是还是爱注意安全，啊，毋通去破坏着生态含原本的自然景观哦。安尼咱美丽环境才保存会久长啦。今仔日咱的台语跳舞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甲时间交一段好。主播。